对呀、啊，每次都好漂亮啊。母鸡，你看，翅膀都有打那个，看到没有？每一只。你看这个母鸡，这个我知道喽、哦。对，所以呢是有编号的，每一脚只都有编号的哦。都有身份证。都有身，你看到没有？那翅膀看到没有？对对对。它在小鸡的时候就有打它的章，对。所以。它这个呢、就是、是有生产履历的，有生产履历。因此，这个我觉得现在局长在推的这个，我很喜欢，就是如何运用这个理想，创造一个奇迹，但是不做那种量的，对，我们也反对。哇，我们的赖教授对这个鸡很有兴趣。现在要看到这个台湾。土鸡很难看得到了，红羽，红羽，它有那个红羽跟黑羽，对对对，就两种，对对对，啊，蛮多的，蛮多那个市面上有很多，就是，还是它是红羽土鸡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现在是标靶了，标靶哦，我们这个是100%的，我们这个。